邓玲玲，高地港，刘反涛，刘反涛180接分腿特卡切夫，EED 的连接加0.4 ，D 组的换杠，直给炫下。邓玲玲也是比过北京奥运会的选手，当时呢他是在团体赛中上了三项，只有高低杠这个项目没有上，而且在北京奥运会上他是团体赛零失误。成绩14.00。